这个东西不少，斜着打有这个印儿，就可能是。 这个还不是，斜着打，谁好像过来了？往前走。 我感觉好像缠到壳那感觉是缠碎了，这个看来下水要轻呀。这个不知道在哪儿画。 这两个，完美大将。哇，真大！呦呦呦，这个不知道它，哎，在这头。哎，还有个箱子。它在那吃正吃着呢。被你给截胡了，那个在哪？那个在这儿，我给你看啊。嗯。哎。 不见，再找找。哎呀，我这还行，一拿就缩水。看啊，缩水缩得很快呀，这个。嘿嘿，又发现一个。 这一片全化了啊！你去我啊，我去搬运。OK OK， 先搬运回去再说。我的天哪，大半桶。二哥又在那边开始了。我来了。传说中的搬运大将就是我这样。来，我给你拿。直接扔桶。 太沉了，我都不拎了。这个有没有情况？先看一下，仔细看啊，这其实是一个痕迹。学会看痕迹，一掏一个准儿。 嗯，因为多呀，这个不是吧？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。不需要，直接解决。这个，哎，真是，它这个印儿又好像变了，你知道吗？在这头。 嗯，先把壳给弄碎了。这两个，对，一个，两个，<笑>这种眼儿就不是。嚯嚯，这又一个，上来。 水里得仔细看，又一个。这玩意藏得很深，这一个。比那个深。好像是。有一点。给它搞定。
先把衣裳画出来，画出来好找。走你，这应该是两个，这儿一个，这应该还有一个，这儿，三个，一个，两个，这个包。这是一个大货的痕迹啊，这么大个包，应该在这头。失误了吧？哎呀，没个嘎，哎，没个嘎，我觉得不正常了。必须有，这帽子挺大的。出货，我捡。谁好像把这给挖过了，好像那感觉，应该是。弦子，走，咱回去吧，太晚了。这会儿得1点多了，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弦子、帽子啥都有，今天。好了，喜欢二哥的视频。